小子，老实点。哈哈，魔神，想不到吧，你也有今天。栽在你们手里，我不服。嗯？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我服，我服还不行？老大，把他干掉，然后我们去吞并魔神宗。就你这些小弱鸡，还想吞并我们魔神宗，可能吗？我让你说话了吗？你们魔神宗的斗帝都被我魂天帝给宰了，现在就只剩下你，吞并这种小事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我魔神一日不死，终身不服。我让你不服，让你不服。雪天，集结你宗内的斗帝，我带你们去干大事。阿彻，老大，说出来不怕你笑话。宗内现在只有我一个斗帝，其他最高才九星斗圣。毕竟我们血尘宗之前在斗帝大陆也只是一个三等宗门。看来，想要在这斗帝大陆建立超强势力，人才还是最需要的啊。魔神是吧？你可愿追随我魂天帝？我呸！我堂堂七星斗帝巅峰，再有一步就踏入八星斗帝了。让我追随你，真的是蚂蚁坐沙发，谈都不用谈。你是不是还想尝尝我的一火加特林？我魔神宁死不屈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就留不得你了。想杀我，你还嫩了点。李岩突然从魂天帝身上出现，随后直接飞向魔神。啊！可恶，这火焰竟然在焚烧我的灵魂，这样下去，我的灵魂都要被焚烧成灰了。魂天帝大人，我愿意加入魂神殿，还请大人放我一马。杰杰，你刚刚不是还很狂吗？哼，待我离开这里，我再找办法灭了你们。加入我魂神殿可以，但是你得先发誓永远不会背叛我，否则就被心魔反噬而亡。我去，这发誓可不能乱发，发誓就得实心实意做小弟。不，好歹我也是一宗之主，堂堂七星斗帝巅峰，怎么可能给人当小弟？逃，我看你能逃到哪里去。灭了我，我们尸魔一族不会放过你的。尸魔一族，我魂天帝听到没听说过，怕你有牙啊。哟，这是大魔神的宝物吧？居然在我一火的轰炸下完好无损，让我瞅瞅都有啥宝贝。正当魂天帝准备打开魔神的宝物时，只见魂天帝直接消失不见。我靠，我怎么突然来到这里了？这里是啥地方？小辈来到我的领地，还不速速跪下跪。